色最多的是超模。超模好身材，仙女造型凹起来，请参照敦煌壁画摆出对应造型，谁坚持的久谁就赢了。就这个动作啊。哦，哇塞，好，我拉伸一下，拉伸一下，拉伸一下。开始。好像是草外。这个老藤子要跟他们比这个，所以不，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没劲了吧？哎，你别说，你我肯定比你长，你搞两用。那换下一个动作，反弹琵琶。没有琵琶可以拿那个凳子替代。好家伙！好，绝了！哎，拿凳子，上凳子，上道具来，举起来没有？举起来了。好，开始。苏老师，你这个手不对。我手对。这样放过去。是一个比较舒服的，是吧？对，跌倒了，跌倒了。是的，你看啊，那两个是个手，后面就是后面的，他这个在上面。完了。请互相向对方 wink， 一来一回，电力不断，谁先破防谁就输了。我会尴尬哎，怎么办？你就开始尴尬了。他用土味情话。我平时听多了。我就可以免疫哎。手里咋的？你今天的眼睛真好看，因为里面有我。你有眼屎，很大一坨。你要说土话，这个攻击不了他。不是，你是真的有眼屎。没关系。